呀，丢人都不要回来。你紧张吗，兰兰？我没紧张嘛，吃点馒头。哎呀，这样吧，你过去吧，拿点馒头嘛。你这干啥呢？你跟他说哟。嗯，要得。皮嘛，好大一块。耶，不要聊。说话粗鲁，老邻居哦，来他们的老邻居。这都是那个烤烧烤的豆腐块，好钱片儿。钱一斤了，哪一片儿？那个好吃。是好钱一个？啊，你十五斤。嗯，要得。二十五一个。二十五一个。我看到一个可以改变命运的东西。你们先买着去，呵呵，我来买个十块钱的，五组，消毒一千，对头，五组，继续。改变命运的时候。这作品一下才十几多组，我还有5000多粉丝，晓得是哪个来的吗？晓得哪个来的哈？我也去了看。你看后面再来说。好多钱结的呢？3块钱一斤。我要点。打得多起了。走，慢点来来。来了呀。好吗？出一点微薄之力。只会耍腌菜的时候，硬气一点。弄好了吗？你给我两个得劲吧，你好像我把你弄好掉。素质教育哪么说脏话？你是噻，你弄我生气啊！我你脏气到处。才不会的，才不会的。你好，这些我你看我整不整的嘛？因为老子可以一块挣。你妈说好久没挨打了？没挨打吧？哎呀妈！真的啊？想挨打的噻，皮子得多养大。我只是在回。弄老子皮子。
来深刻一下，阿明。啊，起泡是啥？吃一碗。你再买点粉呐？再提到来，做什么粉汤？来起点锅哈。你好。什么？十三号星期五。十三号那天，如果刚好是星期五的话，那什么？那是什么声音？十三号星期五是月十四的。哦。啊，对，十三号星期五有很多奇怪的事情。那不是海椒有什么意义啊？放海椒行吗？好看吗？放海椒公司的很有味道。哎，有味道的，你看，买点节目那边鸡架壳哈，有些菜里头还倒了啤酒。有些话都没说呢。你在吃饭话多。有些菜里头还倒了啤酒的。啤酒来呀！啤酒要带个倒啤酒的。我不管你说，我都不管你说。